美琪在接受某访谈时回应了如何看待网络暴力。这个东西没有办法，就是因为有人喜欢你和有人不喜欢你，还是要你自己好好消化这件事。我只能说来得太突然了。他微笑中透露些许苦涩，十分感慨地讲道，艺人本来就是一个很孤单的职业。网友表示他不卖惨，很清楚也很清醒，看完挺有好感的。突然想起来有句话说，你挣的钱有一半是挨骂的，这条路要走下去避不开，那就去面对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